呢部美國做嘅呢、這個 Bell and Howard 2123XL， 咁個鏡頭係好乾淨嘅嚇，冇乜塵冇毛嘅，咁其實成部咧都好新淨。咁而家我哋呢度有個開關掣啦，開翻。咁個摩打咧就著嘅，咁嗰個摩打速度咧就有18同埋1咧就應該係單張咁樣拍。嚇、咁嗰個對焦係好順滑嘅，變焦亦都係啦。咁、那個 eyepiece 嗰度咧就有得教呢、這個近視度數啊咁樣，咁、那個 viewfinder 都好乾淨嘅，不過呢度頂住咧就好難拍，咁啊入邊好乾淨嘅。啊，菲林倉亦都係好好，咁而呢度咧就可以插呢個腳架。手柄入面咧就用四粒 AA 電啫，非常之方便。上面應該係有一個可以內置 filter， 即係繳式啊嚇。咁呢部咧就冇錄音嘅，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多數菲林又數碼，咁其實錄音嗰度咧就用即係用個。用其他數碼嘢嚟錄咗咧，就會更方便嚇啲、後期製作。咁基本上咧就譬如撳住啦，呢度有嚇，呢度有粒的就可以 lock 住佢即係嗰個轉菲林速度咧，咁啊會係好 constant 咯。咁基本上都係咁樣，咁啊熄翻佢，貼翻個手柄，好輕巧嘅呢部嘢，美國製 condition 非常之新淨。